为什么没有上去猜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写什么？那个班级球赛。班级球赛。衣服穿好。参加呀。你太忙了、啊。来，那个上次我们讲过什么？这个。对角线。所以如果检查那个画圆形跟来有画的举手。我看一下，圆形跟圆形、菱形。你画的那一个，这个其实仍然是正方形，有发现吗？嗯，它仍然是正方形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这个画出来的会是什么？这个画出来是什么？梯形。而且是等腰，知道为什么会等腰吗？因为对面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会对面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注意看喽，为什么上面会比较窄，然后下面会比较宽？对，因为上面比较短，下面就变得比较长，所以下面就比较宽，上面比较窄，有看到吗？然后如果让它上下都一样长，它就会变一样宽，对不对？上下都一样长哦，就是如果什么叫上下一样长呢？上下都一样长，对不对？你中右，上下都一样长的时候，它就会上面跟下面就会变得一样宽，那一样宽就会变成这个模样。对，它就是长方形的。一样宽的。好，我所谓的一样宽是刚刚我这边比较宽，这边比较窄，不是吗？我讲的只有上下，好。然后如果要全部都一样宽，就是上下左右都一样的话，就要这两个交叉的时候要垂直交叉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要让它直直的交叉，直直交叉不打紧，还要都要一样长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画起来就会是一个，对，到处都一样宽，到处都一样宽的图形就叫做正方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长方形，如果把它推一下，就会变什么呢？注意看哦，本来是长方形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推一下，会变成什么形状？一本一本的书嘛，对不对？我弄给你们看过，一本一本的书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推过去，它就会变这个模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会跑过来，对不对？了解我在讲什么？小笼包。谁是小笼包？恒宇啊，恒宇是小笼包。你什么时候变成小笼包？老师，老师，他刚刚有哭，他说那个没人跟他通。哦。他说他去外面骂你了。他说博轩排挤他，他刚刚就一直哭哦。博轩自己一组吗？博轩跟博彦还有。那就再加个红章就好了。还有平原，他们不要。还有平原哦。因为珊珊抛弃他了，所以他会哭啊。珊珊，你怎么那么巧？有啊，红章超难过的。准备好了。哦。有一腿。啊，哭哭是正常的啊。好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可能刚才不小心吓了他一下。除了红章自己一组，要还有谁是自己一组的？我啊。什么叫做自己一组？你按你道理嘛。那个，你也是自己一组的。民进党，然后东森啊。那个下礼拜要报告毕业旅行三天两夜的行程。对，你可以选北部或东部来讲。不是，我们明年的，我们明年花莲不是，花莲不是，花莲是东部。好，这是台湾。我告白耶！哎，老师在讲话呀！老师台湾五条。我这谁可以来帮我画一下台湾？可是我已经到了。
以前的话还蛮像的，可是。我以前画还蛮像的，真的，我现在都忘了。你以前是指我们青年节？我们青年节的节庆。真的比我好太多了，很好。那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这样了，这太恐怖了。有人要上去画。有啊，好，上上来。至少他比我好多了啦。对，老师，你怎么会讲出真心话了？我通通都是讲真心话，从来没有讲跟我讲话。他会比较好吗？我们拭目以待哦。哎，真的耶！他看起来真的很像韩吉。有人真的说台湾岛就像韩吉的，韩吉岛，韩吉的。屏东在这里。过去的时候就会是台东，台东之后就会是花莲，花莲之后就宜兰，宜兰就到这边是基隆。宜兰哦，所以花莲这里没有宜兰，大概在这里，然后花莲，然后台东。屏东，屏东是这一块。对，就高雄。高雄之后是什么呢？台南嘉义。台南嘉义。台中，对不对？然后。那个桃竹苗，对不对？桃竹苗，然后再来就台北，然后基隆，这样。然后刚刚我们有票选，他们喜欢玩这里，要不然就是玩这里，这样。他们想要去台北了。好。来，刚刚你们三个不在嘛？一二三，你跟谁一组？没有。来，还没跟人家一组的请举手。你不是说你要自己一组吗？还没跟人家一组的。好，所以你们三个是一组的喽。民进、东升跟中右。那你自己一组吗？好。啊？不用，我没有要求要做简报啊。我没有要求，我没有要求要做简报啊。你要上台报告。你就是报告你这三天两夜你想要玩什么这样。哎，所以很简单的，我没有要求要做简报啊，你要做也可以啊。所以他才会想要自己不用跟人家讨论呢。这样了解吗？没有，三天两夜你要三天两夜你要从小琉球出发，你了解这意思吗？你要规划一个从小琉球出发的行程。然后三天两夜你要睡哪里？然后大概会在哪里玩什么？睡两个地方。都要睡两个地方，大概是这样，这样懂吗？我没有要求做简报，你只要口头讲一下就好。当然你有简报会更好。好，其实你们有 Google 地图嘛？你可以 Google 一下，你就可以 Google 规划行程的嘛。好。下礼拜。那谁先报告？下礼拜抽签知道。好。来，一开始，老师把那个擦掉，我也只看那个。一开始，一开始是一个长方形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推了之后，一本一本过来，就会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对角线，这一条对角线就会变成这一条对角线，是不是就变短了？知道在讲什么？珊珊看我这里哦。本来这一条对角线变成红色的平行四边形的时候，它就变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本来这一条对角线白色的一样长，因为长方形的对角线会一样长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推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这一头没变，可是这一头跑到这里来了。所以本来的中心点就跑到这里来，终点还是在终点，对不对？所以长方形怎么变平行四边形呢？本来两条一样长，变成什么？本来两条一样长，对不对？推了之后呢，它两条还会一样长吗？不会，变长变短。哎，就会一长一短，所以就会变成一长一短，就会变这样。但是它的一长一短呢，仍然维持的什么关系呢？还是要一样短，然后一样长。如果你按照这个规则去画，它就会是一个平行的四边形。这是平行四边形，
了解吗？懂哦。好，所以平行是正方形推出来就会变平行四边形。OK 哦。然后呢，如果这一个哈、哦，来这个形状，你注意看了、哦，这个形状我把它做一下调整，它就会变成菱形。注意看，现在目前它是正方形，对不对？你用看的哦。如果你想象这两个橡皮筋被我往外拉，它会变什么形状？一起往外拉，橡皮筋哦，这个是橡皮筋绑的地方嘛，我一起往外拉，对，它会变菱形。一起往内缩呢，菱形，了解意思吗？不管往内还是往外，你只要是一起，只要是一起，只要是一起，就是一起往外，一起往外，它就会变成这样，矮矮胖胖的菱形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正方形只要扯一下，它就会变菱形。你可以往内，也可以往外，维持一个什么东西不变？宽度，宽度。维持什么东西不变？宽度。这里一定是什么？直角。这里一定是直角。嗯、可是它当它变菱形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长一短，你看到吗？本来正方形这两条是一样长的哦，本来正方形这两条是一样长的，你把这条拉开，或者是把它变短，对不对？它就会变对角线一长一短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再来，我要怎么让它变真形呢？把下面拉开。对，我把其中一条对角线把它拉开，注意看呢、哦，我只动这里哦，这个橡皮筋、这个橡皮筋、这个橡皮筋都不动，你把这个橡皮筋往外扯。往外扯，拉拉拉拉到这里来的话，因为只有这里动，所以这里是跟着动，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真形。所以请问一下，哪些图形里面会有一个直角？真形对角线会垂直的，就是正方形，对不对？正方形拉拉一起拉，它就会变成，如果是一起拉，就会变菱形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一起拉，那如果你只有拉一个呢？就会变真形，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然后什么时候对角线会一样长？什么样的图形对角线是一样长？菱形对角线有一样长吗？正方形。正方形的对角线会一样长吗？还有呢？长方形。长方形，还有呢？菱形。菱形，菱形，因为菱形是正方形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菱形对角线没有一样长，对不对？它会被拉开嘛，所以就会一短一长。但是如果正方形的话，正方形的话就会两个一样长，而且中间还多了一个直角，懂意思吗？只有一个懂。知道我在讲什么了，举手。放下。先下课休息。不是好快，根本没有上。